物价涨不停，超大块排骨便当还有鸡腿便当，两个便当加起来居然不用200元。网友在脸书社团po文，高雄这间自助餐三样配菜，一样主菜，两个便当竟然只要120元。不过便宜的自助餐还有这里，号称全台最便宜自助餐吃到饱，在新北市永和区由退休国宴主厨阿廷师所开设，自助餐最低只要80元就能无限夹到饱。前总统李登辉、陈水扁都吃过他的手艺，许多网友 YouTuber 都大力推荐。老板大方用料制作一道道简单又美味的料理，不怕你吃，只怕你不吃。有网友表示，或许环境不如五星级，但老板的热情与美味佳肴绝对超过五星等级。不过因为菜色分量多，又是佛心价，希望民众能够吃多少夹多少，不要造成浪费。东森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道。